So many beautiful faces share life and share a day. My love, it had so many empty spaces. 第一关的唇印，姐姐是哪一个唇印？大家猜一个，这个唇印没提示的啦。这个，那个是答错喽。那答错的惩罚是，请唱一首歌，唱一两句就好了。谁要代打？谁要代？有人知道找那边像代打的，找那边像代打。对对对。来，代打代打。给我你的爱，让我陪着你去未来。爱的终极大考验，来，这个照片你们猜猜看。这个先猜，这个猜得出来吗？这个地方。这是阿里山吗？你先猜看看这个好了。上海。上海的哪里？上海的那个民族塔。明珠塔，明珠塔，再来这个吗？是澳门的哪里？那个大三巴。对对对，这个哎，欸、这个台湾，台湾北部最低站，很帅。Yes。现场请凑出999元的红包给爸爸。有9元准备好了。99。这个有泄题，对，没有什么。所以他已经有卡子就对了，这个有戏。所有一关吗？好，那我们拿起来，献上999元红包给爸爸。赶快找，赶快找。里面早就准备好了，他找好了，他已经在外面找了。下一题，大家都一起帮忙找，在这个空间里面而已，这边里面呢？对，有两只鞋子，一双两只，不会很隐秘。对，恭喜过关，最后一关。那让他帮忙拿一下。帮忙拿。啊，姐夫，拿这张，请排好。交给我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跟田俊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他穿哪一件衣服吗？二选一。应该是粉红色那一件吧。恭喜答对了。请姐夫念这一句，旁边的伴郎念这个。田俊嫁给我，嫁给他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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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娘有没有听到？有。有。新娘在这等你，你先穿鞋啊，你这个换口罩。谢谢你们养育田俊这么大，那我今天找到一个好的归宿，希望你们放心。然后你们要身体健康哦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妈妈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好，放心。那麻烦你啦。谢谢你们把我养育这么大，谢谢你们。祝你平安啊！白头偕老，百年老。就交给你了，以后麻烦你好好照顾。交给你，我照顾。
would still have my heart until the end of time. 'Cause all I need is you, my Valentine. Oh, oh, you're all I need, my love, my Valentine. Oh, oh, oh. 开门。Yeah.